那我们也希望哈，就是说，大家能够了解，因为这个争议，我们希望能够尽早把它解决了。否则，我们每一年都看到这个铜像被喷漆或被破坏或被拉布条，那其实都每一次都造成彼此的冲突而已。我觉得那个不好了啊，我们就把它走，把这个事情一并解决啊。那更何况校园本身也不宜再摆放任何政治的利益。